你刚刚说你先去了我原先住的地方，嗯，看到柔柔没有？当然看到了。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我的房子啊，他们正在商量，说你要是再不出现呢，他们就要把房子租给别人了啊。我付过钱了。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有空啊多去那房子那转转，有任何消息赶快回来告诉我。哎呀，反正过了明日午时你就自由了嘛。从说的意思，说的意思。那你就先准备好，明日午时呢就跟我去转世的地方。我得走了。哎，等一下。你说娇娇真的只有一个月的寿命？是，那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呢？过了明日午时啊，你就如愿以偿了，我也功德圆满了吗？拉走了。哎，我的哥，等一下啊。哎，你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啊。我还没有想清楚啊。你个混球啊你啊。你就不能多等我一会儿啊。夫人，走。最多只能活一个月。那是真的了。时辰快到了，跟我走吧。我不走了。什么？你不走了？这次我放弃了。哎，你疯了呀？也许吧。我要陪着娇娇，一直到她走为止。哎，你是日久生情了。我们这个可不是夫妻之情啊，也不是情侣的情，更不是情欲的情。我们这个应该算是母子之情。不对，应该是兄妹之情。也不对，是父女之情。哎，这更不对啊。这黄昏的恋情，什么话这是？你还问我，这都是你害的，你还问我？我今天不揍你，我就消不了这口气。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来接了了。对不起。哎，那可是，如果是租房子，你就叫阿芒过来看嘛，条件见面好谈了啊。好了。喂，找谁？哎，柔，你去开门，去。去开门。我租房子。哎，我来接。老公，老婆接了，我来。我讲就好了。我来接了。请问朱太太在吗？哎，我在。哎，我可警告你啊，如果是问房子，你敢说租掉，你有你好看，我告诉你。走，你进去，我来。喂，租房子？租掉了。姐夫，哎呀，终于租掉了！来，请进。来，我帮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未来的妹夫。不，是未来的房客，未来。
来的房客钟先生。说你啊啊、嗯、你休息我先尿个尿啊尿尿闭上眼睛休息啊我很快就来啊是不是那个适合我的那个最好的那个机会又没希望是吗是吗你就不能多留他一个月等娇娇走了吗其实你也不用可惜那个机会也不怎么好不好你不是说啊又年轻又英俊又健康又有钱又没娶老婆最适合柔柔吗是年轻健康英俊有钱没老婆没错可是结果我发现他是个年轻健康英俊有钱没老婆的什么和尚而且你猜他是怎么死的怎么死的哎呦怎么死的吃口肉给噎死好啊我差点就让你给骗了你是存心要整我是不是啊是不是我非跟你拼了不可我跟你开开玩笑有什么关系呢我跟你拼了我非跟你拼不可胡子丹你别急着走啊我告诉你啊我最近没空你呢帮我到柔柔那去看一看有什么消息回来告诉我啊胡子丹我打死你这个蚊子我打死你这个蚊子我打死你这个蚊子来来多吃点啊多吃点哎呦单身还一人在外头真是可怜呢哎我看这样好了干脆呀、啊、以后在我们家包伙算了来我看着啊你对小展也没那么好哎人家中学念建中大学念台大留美念哈佛现在在洋机关里面当经理父母都在加州开餐馆两个姐姐又都嫁给有钱人家的公子她本身老实又忠厚还没谈过恋爱耶最近啊刚刚做过全身检查哎呦除了近视眼跟两颗蛀牙之外她五脏六肺都没有毛病哎还有更难能可贵的是啊我特别闻了一闻他呀没有脚臭的毛病哎因为他都自己洗衣裤袜子哎还有啊
人家因为家里开餐馆的关系，所以烧的一手倍儿棒的好菜耶。哎，来来来来来，吃吃吃。哦，人家也不会跟你租个房子。哦，你把这底儿掏得干干净净的。哎，我要选，我就要选一个身家清白、足以托付终身的房客了。嗯嗯，但是，我绝对可以让你托付终身。放心好了。嗯，小二，什么意思啊？你吃我老婆的豆脑啊？姐，你不要费心了，明天我出去找房子。我就搬出去住。哎，扔扔！哎，对不起啊！哎，柔柔，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走。你找我有什么事啊？我能不能请你明天晚上吃饭看电影？对不起，我明天晚上有事。后天晚上呢？晚上也有事。那大后天呢？大后天晚上也有事。那大后天呢？大后天也有事。大后天呢？大后天。阿强，刚是不是你打喷嚏？没有啊。喂。你还没睡啊？姐，你在电话里面偷听我讲话是不是？我刚刚电话里面听到姐夫打喷嚏。没有啊，你大概听错了吧？哎，你要想，姐姐这也是为你好啊。咱们先不说那小展适不适合你，到底他已经不在了，你又能怎么样呢？现在别说找结婚对象了，连找个好房客都这么难的，难得有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大头，我告诉你，那是你的运气跟你的福分呢。你要是为了一个刚刚认识没多久就不在的人而放弃了这一段天赐良缘，那我要说你这个人是太傻太笨太神经了，这跟守活寡有什么不同呢？啊？可是我感觉他并没有离开，我觉得他还是会回来的，他一定会回来的。我费事跑腿帮你看柔柔是白跑了，你在这儿老风流吗？上床吧。上床吧，上床。你吃我老豆吧你。
说什么？啊？我不是说你呀、啊，哎呀，我要是你啊，我现在就老实点儿。我告诉你啊，你不要看我躺在床上就把我看扁了。老先生，你说什么啊？疯了，真是疯了。哎哎哎哎哎！要你来的时候你不来，不需要你来时你偏来，你是存心跟我过不去是吗？骗我变成一个没用的老头，然后还想骗我去当一个狗肉和尚，啊！你以为我展梦辰少了女人就活不下去了吗？那个女人是？娇娇以为我神经不正常。他以为我得了老人痴呆症，我就趁机会说服他帮我请个特别护士，24小时陪着我。24小时？哎呀，我看你啊，是真的忘了还有一个柔柔了。先是为了娇娇，就是为了这个女人。哎，不是两回事，那是两回事情，你懂不懂啊？我展梦辰今天会闹到这个地步，我告诉你，都是你这个糊涂小鬼害的。我非宰了你，我非宰了你！好了，今天不宰你了。你今天来，有什么事？看你在这老风流啊，我真不想警告你有关柔柔的事了。柔柔，哎。柔柔什么事？怎么了？有个小子在猛追他。啊！追上？今天没有，明天可就难说了。他是干什么？就是住你原来房子的新房客。啊！这真是有点说不过去啊。追你的房子，还睡你的女朋友。我说错了，他是睡你的房子，追你的女朋友，追你的女朋友，睡你的房子。赶走。金小姐，喂，你干嘛回来？跳舞去。
在美国经常参加 party， 这个舞倒没跳过，你就叫我呀。跳舞跳了一晚，累都累死了，还散什么步啊？老公。再说这个月亮天天都有哪集的，今儿个晚上看呢？上车了，上车了。老公。来上车了。哎呀，老公。哎呀，可是。哎呀，老公，结婚以后我难得有这样的兴致，不行，你今天非陪我走不可。哎，走一段再叫计程车嘛。哎，真是。小钟，哎，我们家柔柔就交给你送了。老婆啊，嗯，都老夫老妻了，还看什么月亮散什么步，肉不肉麻呀？呀，你，好，走了走了。这几年该有的我差不多都有了，唯一缺憾的呢，就是不太知道什么叫做爱情。唯一值得安慰的呢，我比那些相爱而却不能结合的人呢幸福多了。你错了，爱情的可贵在于爱过不再得失，不能结合的爱情是刻骨铭心，生死相随。只要爱过，便没有白活。
方牛柔小姐。庄柔柔小姐吗？我是王，王伯伯。这个你要原谅我啊，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才不能来看你。我想告诉你我的身世，可是又怕吓着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告诉你一个故事。一个，张柔柔，哎呀，糟糕！我的钥匙在我姐姐身上，我都没带出来。他们一定还没有回来啊。姐他们回来好了，要不要到我那儿去坐一下？不用了，他们大概马上就回来了。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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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最近呢。我才发觉啊，每天深更半夜回家都得自己拿钥匙开门啊，实在怪凄凉。如果有一天啊，我能够按按电铃，然后就有人帮我开门的话，那该有多好。等一下，我到你那里去坐着等他们好了。小狗子，小狗子，我们的儿子小狗子回来了，我看到小狗子了，小狗子了，这不是做梦吧？进去吧，小狗子。你坐坐。我去准备一点吃的，啊，坐，随便坐啊，来。
保留这间暗房啊？反正我也用不了那么多房间了。幸亏你保留它，我才能够存着有这么多的回忆。瞎搞是不是？继父，哎呦，柔柔，那他到底对你怎么样？你不要吊我们胃口啊！是啊，他想抱我，哈，他只想抱你呀、啊，是这样子、啊哎。那你也不能把人家打成这个样子啊！人家是哈佛的耶，又不是我打的。哟，哈佛的又怎么样？哈佛的就该随便欺负女孩子吃豆腐、啊。我告诉你，你跟他讲，马上给我搬家，给我滚蛋！哎，你这人讲不讲理呀、啊？人家忍不住抱我们家柔柔，那是发乎情哎。他只抱柔柔，没干别的事，表示他能够指乎理呀、啊，这是很正常的行为，一点都不奇怪。哎，你忘了？哎呀，你第一次约会我的时候，你不但抱我，你还这样。哎，老婆，老婆，好了好了好了，那往事不堪回首吗？那我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啊，这你们别再求我，让我难过好不好？拜拜。哎，小钟、啊，哎呀，对不起啊，你不要怪我妹妹，我妹妹那人个性就这样，贞洁保守。姐姐 啊，如果她明天不搬离开的话，我就走。哎呀，柔柔。你不要怪人家嘛，你要原谅人家钟先生在外国待久了，追女孩难免西化一点呢、啊。这感情是要培养的嘛。原来姐姐啊，还以为他是个木头呢，嗨，看他，没想到他还挺浪漫多情的，这样我就放心了。啊，他多情，你放心？那我在中间干什么？我走了。哎，柔柔，你不能走啊，你不能留下我跟他呀。那我也走了。
哎呀啊哦，哇，哎，切，哎呦，哎呦。简直是莫名其妙嘛，真是。早就搬走。姐夫，你不用替姐姐来当说客了，你们都不会了解我的。这其实啊，我也是被打的压了上架，我不得不来跟你说说嘛。你们都不了解我嘛？海枯石烂，至死不渝。哎，我怎么会不了解？哦，这是那天那个神秘的王老头跟我说的。你想他为什么付了半年的房租说要搬来的，结果人又失踪了，而且还音讯全无呢？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打听过周围所有的人，没有人认识，甚至根本没听过什么叫王大海的老摄影师啊。我在小展那儿也从来没听他提过什么王大海。哎，不过这王大海这个名字我倒挺熟的，好像在哪听过。你想他到底是什么人啊？他要做什么啊？不管他是什么，不管他是干什么的，我有种感觉啊，好像他是冲着你来的。他也不是个坏人呐，而且他从我这里，他能够得到什么呢？是啊，这骗财的话嘛，他比我有钱多多啊。那这个骗色的话嘛，我看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个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他从小展呐、或小展的四周啊，知道了一些你的事儿。要不然就是啊，他看了你这张照片，使他想起了他留在大陆上的什么女儿啦、什么来着。哎，不管怎么样，我有一种感觉，这个人呢、还会再出现，他还会再来找你。那姐夫、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应该搬走啊？哎，你不觉得好奇啊？我告诉你，要我是你，我一定会想办法弄清楚他的目的。
跟他的企图到底是什么，跟他的来历是什么。你这样一搬走的话，那就全都完了吗？而且不管怎么样我都会保护你。可是那个姓钟的，哎呀，那姓钟的更简单，对不对？这有什么好紧张的？我跟你讲，你没听过一句俗话吗？逝者已矣，来者可追。你总得给别人家表现的机会嘛，对不对？啊，好啦好啦。哎，老公，他答应留下来了，他答应跟钟大同来往了。嗯，好了，这下我可以交差了吧？嗯，我去睡了。等一下。嗯。那这样子，我明天呢要约小钟跟我们一块儿去郊游。嗯，就是这个主意。哎，谁呀？这么晚了？哎，老公，怎么按得那么凶？你去看看，你去看看呐，老公。是谁呀？老公，你看看谁呢？怎么按得那么凶？老婆，啊，这门缝了。啊，我忘了。哎呀，老婆。这声儿，你把铁门忘了吗？你看看，谁呀？等一下，老公，等一下，你好。是真情。